怎么今天人这么少啊？他们还没来啊。那你今天有口福了，我给你们做一个海陆空三件套。哇，这能好吃吗？你去仓库把我的意面拿过来，包你满意。哎，你拿番茄的哈，番茄的最好吃。好，你这样切吧，小懒龙。先做龙虾，倒点油，先把它炒一下，再煎一下。先来翻一个面，翻一点点，翻一点点，翻一点点水，差不多要的了。嗯，这边加上一个葱，再把这牛排拿来煎一下。先放一点，六盒够了吧？六盒够了，你放着吧。那这个里面所有的料包全部都配齐了。先把那种橄榄油给它倒进去，把盐倒进去，再把鱼鳞放进去。你等它煮个八九分钟。一把面条给它捞起来，放一点点橄榄油，把面条给它放上，再把那种番茄酱料包给它倒进去。干鱼老粉，再撒点这黑胡椒，这面可方便煮，十几分钟就能吃了。吃吧吃吧吃吧啊！这个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番茄味。相当之浓郁。哎，不是说海陆空吗？怎么有虾有牛排，空在哪里啊？海里面游的，路上跑的。嗯，空客一面嘛，海陆空三件套嘛。他就觉得这个面好吃。嗯，它就是每一根都不慢。牛排都没人吃，你最好不能吃。小牛现在有了，全是废了。看一下这个好不好吃？啊，还可以。你没事吧？可以拥有一个钳子吗？可以，可以。